居士论第一卷啊，说一诸无知，诸是多，无知就太多了，能复十一啊，十一就是诸法实相啊，一切法的真实相障碍住了，即障真见啊，真见就是自性里本有的真实智慧，这个无知能障碍真见，所以说作明，用这个字来代表明记中而呢，名字有显的意思，明显有备的意思，具备有甚的意思，有成的意思，有这四个意思啊。记是救济啊，有度的意思啊，像过活帮助他平安度过啊，这都是记的意思。这句经文会书本作广记啊，这个地方经文是明记啊，故知明记就是广度之意啊，恶是难啊，是障碍是富是难，有这些意思在难、苦难、灾难、困难，故此二句之前世啊，前贤的解释就是消除众生贪嗔痴三毒之垢岸啊，这个垢是尘垢染污的意思啊，广救种种痛苦灾难啊，恶难是众多无数啊，所以叫众恶难。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感触就很深，为什么呢？众恶难就在我们眼前，我们每天所看到的、所听到的、所接触到的，统统是啊。啊，十年前读这个经文，我们的感触没有现在这么深了。啊，为什么那个时候是有灾难，比现在少得多？现在跟十年前比的时候，几乎多了十倍。啊，十年前常常听到灾难，这十分之一了。现在加十倍，往后去一年比一年多，这怎么办？没有看到它能够减少，只有在增加，越来越严重啊！我们幸亏遇到佛法，遇到净宗，要不遇到净宗，我们的忧虑去不掉啊！啊，遇到净宗，把净宗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啊，不怀疑了，真相信了，我们有出路。啊，我们看到灾难越多，我们念佛的心越切。
啊，求生净土的心越来越坚定，万缘放下。啊，真放下了。啊，帮助这个社会，完全是随缘，有缘走。啊，总是帮助佛陀教化众生，也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没有缘，不勉强，这样就好啊！啊，学佛要开智慧，要破无明，要把无知变成有知。啊，那么现在好像觉悟的人比十年前多，也许十年前我们所遇到的缘比较狭窄，啊，现在我们遇到的缘呢宽广。我们念念要跟阿弥陀佛相应，啊，要帮助阿弥陀佛成就阿弥陀佛的宏愿，普度众生，啊，我们劝见人都劝人念阿弥陀佛，都劝人求生极乐世界，这很重要，不能小看到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